大家好，我是付阳老师。今天上的这个课件是画一个苹果，还是用那个古典的多层画法。这个视频里面呢，主要就是基础的部分，画基础的稿子、底色及一个低层的上色的这个视频。往后面的深入的视频，就没做进去啊。那这种画法呢，实际上基础的部分就特别重要，每一步都要求很严谨。这样的话呢，基础打好了，对于后面的这个具体的，上颜色层和做一些那个表面的肌理效果什么的，就特别容易。所以这个画法的很核心、很主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基础的部分。那我们这个视频就是还是着重在这个基础这个过程里面。第一步呢，还是画铅笔稿，把这个铅笔稿画好。画好之后呢，用这个褐色呢给固定一下，把那个通过这个褐色，还有一个你看这个屏幕上呢，还有一点点发红的这个颜色，我忘了具体的是应该是土红还是赭石了。因为这个褐色呀，它颜色有点重哈，这个颜色的问题啊，所以那个我想把它调弱一点，它太强了，它那个效果，对于我后面想做的效果上有点差异，所以我就把它控制了一下，褐色用了一部分，然后用了点上面那个偏红的那个颜色。这个基础的这些部分呢，在遵循这个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做一个微调。你看我又往画这个暗部的时候呢，那我就把这两个颜色调了一下啊，然后让它有一个暗部的颜色，也不要把它画太黑，对吧？整个这个稿子呢，就是用这个第一层、第二层，就是用这个颜色画的。啊，画出一个褐色的一个稿子。褐色这个稿子画完了以后呢，那暗部画完以后，亮部的颜色呢，我就用上面那个偏红的颜色画的哈，因为那个亮部本身很亮，所以那个我不想给它画太重啊，调亮了一点。然后底色它有点偏红，这是苹果本身的颜色哈。这个就是一个灵活处理，根据画材的不同，根据题材不同，可以自己稍微的有点变动啊。那用这个两个颜色加白呢，就基本上把这个褐色稿子都做完了，整个的关系都做出来，按照画面关系做啊，虚实强弱、背景、前景是吧？果的那个中心的点和四边的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就开始画这个蓝灰的稿子哈，开始上第一遍的那个蓝灰的稿子。蓝灰的稿子画法跟这一样啊，跟这还都一样。然后呢，画完之后呢，把它打一下，不用太注重细节啊，因为它还是属于底色的这个部分。不用担心它细节的问题，先按照形体关系、整体的画面关系和整体关系上啊，那个整个体积关系上来入手想这个问题，不要关注在细节上，因为还没到细节的那个火候，没到细节的时候啊，把这些东西都建立起来之后呢，就可以上这个颜色的层啊，颜色层我们这个视频里呢就上了第一遍完整的一个颜色的层。也跟开始画的时候都一样啊，亮部的颜色是由什么构成的？然后注意它的这个明度上的变化啊，注意它的明度变化。做完之后呢，用软的笔画完了之后呢，用软的笔稍微扫一扫，都给它扫的稍匀一点啊，过渡上平缓一点。这个画的原型，这个参照图片呢，就是这个。这上面这个照片，这个整个的这个角上这个照片，
但是这个照片如果画的话呢，这画面就会显得很重啊，就是不透气，是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画面的感觉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后来呢就根据这个画面呢做了一个生发的过程啊，做了一个改变，然后依据这个中间这个苹果，给它配了一个合适的一个就是我认为合适的一个背景啊，然后画面的效果就强调了一种那个光线下来那个窗离窗进来的一种光线效果。然后最后的做的效果就是像最终的这个图片一样，是吧？里面给它做了一个台子，做了一个后面窗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意象化的一个投影啊，简单做了一下。然后这苹果本身呢，如果要是光放在这儿呢，就显得干涩一点。那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几个水珠啊。这个也是平常课上我们以前画的梨呀、画什么的，都接触过这个水珠这个东西啊。这样的话呢，就让它的画面呢有一点灵气，有点灵动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从基础的部分逐渐上颜色，到做细节，到最后是做这些水珠这个过程，整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视频有26分钟，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大家伙儿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啊，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基础，这个打好了，这过程打好了，对后面的东西都会非常有帮助。前面的东西如果画的不结实，画的精致度不够，往后画的话就容易越来越画就把这个画画不下去了啊，画散了。所以要注意这个基础这个步骤啊，流程。今天的课就这样，谢谢大家。